ให้มีค่ะเฮ้ยอ้าวชื่อฮะยาเอ่ยไก่ก่อนค่ะ52年4月14台中市复兴路二段147-2号3楼，这个是户籍，是户籍哈，还有这个不要记，因为是我租给人家，不要记地址。那我写送达地址啊。还送达地址是复兴路二段。地址我们一定会写啦，就是做一个送达地址。啊，台中市南区复兴路二段。南区哈，复兴路二段。147-2号3楼。147-2号3楼。对。你身份证字号。ADB2202026111。那你手机号码是？0971308359。对。你要告谁？总共是六个：南宪荣、陈仁忠、吴金发、罗志文、黄义茂跟张守奎。你慢一点哈，因为我说你帮我们看，如果写错的话。好。我要告张守奎、黄义茂、罗志文。对。他读什么？吴金发。吴金发。陈荣忠。陈荣忠。南宪荣。南宪荣。真的，我也是我们检察长，那其他五位是检察官。当然就是湮灭证，他们检察官是南宪荣，检察长陈仁忠跟张朵辉，然后吴进发跟罗志仁、黄义茂是法官。啊，所以等一下哈，你可能要帮我，你说张朵辉跟是检察长跟那个陈荣忠。陈荣忠是我们第那个检察官。检察长。嗯，那个陈荣忠是检察长，跟那个张斗辉，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南宪荣是检察官，哎，那吴进发、罗志文、黄义茂其他都是法官。好、哦，吴进发、罗志文、黄义茂是法官的。哎，啊，我的状子已经写好，要不要看一下？好啊，我们看好了。嗯。你可能还是要大概跟我讲一下。好，没有问题。这个呢，就是因为我有在这个有他之前是有一个那个告国泰世华银行跟那个人寿，国泰人寿跟世华银行两个，还有一个王妙淑专员三个。你等一下哈，因为我们把那个好，张斗辉、陈荣忠，对，我拿那个案例过来。暗号这边哈，我之前有在那边。好，谢谢。也没说那个，然后其中哈，其中，其中那个谁，黄义茂、罗志文、吴建发，吴建发是法官，然后陈荣忠、南宪荣，是检察官，哈。陈荣忠也是检察长。检察长只有一个。检察官就啊，检察长就一个。就张守辉一个。好。你说你之前有告什么？好，就是在就是99年度增至第17740219242482。